这次的话我们猜 Molly 的画家系列，那它上面的话是有一个小猫咪的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其中的话是有两个没有猫咪的，那其他都是有的，那我们希望除了这两个其他都能抽到吧。这次也是我的小助手，请他来拆开这个 Molly 系列的最新款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抽这个盲盒，有五个的话为了拖快一点进度，我就抽三个，然后把另外两个赏赐给我的老板。哦，谢谢，心感恩惠。来，你先。我先抽第一个，我的话呢是除了这两个娃娃的其他都可以抽到，然后最喜欢的是这两个。好，那就希望你许愿成功。先，哎，它新款的加了这个翻潮剂在里面，然后包装袋的话好像也是有改观的，和之前的长得不一样。哎，我们第一只就抽到了封面款，里面的是啊，这小猫咪好可爱哦，粉色小猫咪的。到我了，那我也是抽这两个，其他都可以。我刚摸到，哎，它有小猫咪的，是有胡子的一个画家，深棕色的。哦，它猫咪相反是一个浅色的，有一个斑点的。好，那我们来拆第三只，接到了是有猫咪的，抽到了我刚刚许愿不想要的那一个。那么还有它里面的话是有配这个调色盘和刷子的，刚没有介绍，小小的每个都会有。而且它每个调色盘的话，颜色上面的搭配都不一样的哦，可以留意看一下。然后刚刚抽到那只的话是一个黑色的猫咪。我们还是抽到我们最不想要的 那两个，因为我们内存不够，所以我们最后那个是抽到重复的，但基本上他们的都是有猫咪的，那我们的许愿还是成功了一大半。那这次就这样啦。